和交往两年的家具千金女友小小因为远距离而选择分开，让粉丝们感到相当可惜。没想分手五个月后，丰田突然在九日贴出两张情侣照，其中一张还是超唯美的接吻照。照片中一对情侣在夕阳下浪漫接吻，让粉丝看了纷纷以为是丰田闪交新欢，而且还直接大方认爱。不过为了不让粉丝误会，丰田随后也在文章底下备注，第一张不是我，是刚好看到一对情侣背影太美就帮他们拍的，直接让粉丝们笑翻。因为照片中的情侣有身高差，让不少网友一开始还以为照片中的娇小女子是和他一起主持节目的朵拉，让网友们纷纷哭笑不得，表示差点要喊恭喜啦。